大家好，我这盆艺术呢是去年扦插的，养护一年左右，现在呢已经成为一个老桩艺术，移栽的时候啊多做一步能让它快速成老桩。大家看一下我这棵艺术，根系呢非常多，叶片呢也是非常肥厚的，是今年扦插的。接下来给大家分享移栽多做一步让它快速成老桩。大家看一下这个土壤，我用的是沙质土，因为叶树的根系呢是一些毛细根，要求土壤排水透气非常好，所以呢选择沙质土壤比较有利于根系生长。再看一下这个花盆，不需要选择太大的花盆，容易积水，容易烂根，合适就可以了。多做一步就是放足底肥，后期生长的更加迅速，快速成老桩。放这种芝麻饼肥，七八粒就可以了。这样呢就栽种好了。我们栽种好之后呢不要急着浇水，因为呢我栽培的时候啊这个土壤呢是潮土，等四五天之后呢再给它浇，然后就是把它放在阴凉通风良好的地方养护就可以了。好了，喜欢艺术的花友们，上盆的时候呢多做一步能让它快速成老桩。好，再见。